起大招，一上出场一眼开启大招，又拉出场一眼开启大招，在第一波全部只剩两秒，我当场就把。好的，来了啊！有什么精彩的 PP 博弈开始啦！关键的 buff 就是触发闪电反应，会降低对面反抗优异的雷神。没说输的选法啊，这么快就锁定了中路莫大，莫大是剩下的水系角色中的。现在水系就是。His name is John C。应该是考虑到相对吃装小狗没有自带防护的影响，要比上班高一些，通用性也高。那哥哥也是啊，防的话肯定是要跟下班。现在对面队的话，始终是没有亮出第二个技能，下班的话。就只有南特是吗？迪乌克凯亚同时锁下，一组极限阵容还是给老爷重铸暗夜荣光。老爷上半配合万般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配置情况啊，聚集一下非常好，再用迪乌克三，但是要调整自己的站位，然后依旧是半夜手开大招，然后前晚也开大招，然后是双钻镜，这里的话也开钻镜，这里的话凯子最终于是在这间的通关时间为92。在那边开启大招，然后我悲伤的故事。那这一段好吃不错，哎，但是居然又跳走了。我哪开启大招说，哎，这龙系又跳走了。